管得很长啊，1米多点吧。你其中一头牛现在因为注水太多，现在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我们看到也难受。每一头牛的这个鼻子下面都插了一个管子，塑料管子。往前走，把这个车堵上。往前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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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要住多少次啊？一般是3次，肚子灌起来。我这就是把它肚子灌大，灌大之后，然后就停了，然后就停下来，然后给它把水吸溜掉，它就那，然后过会再搞。这个为什么要住上面？它会藏毒，它可以，就是堵上以后出不来。残忍呀！你也觉得残忍？这自来水厂里灌来的，怎么灌？这自来水。你注水的时候，这牛痛不？他就往你又不是这又不扎到又不打到又不改来的，就那样住。我如果给你弄一个管子插到胃里面，给你从早上9点钟住到下午3点钟，你觉得你会舒服？他不是那样住，等于还他又不能说一个劲放自来水。就你觉得他没有那么难受？哎，对对对。